既然手边有树叶，我可以为你吹奏一曲。鱼，月光起。哦，开店。一条，两条，三秒。成功了，要成功了。
去跟朋友炫耀一下吧。是啊，鱼要怎么刷新？马上就要钓上来了。老嘎带 M 碎，什么什么鱼？你是活动的鱼吗？还是你说没有养虾子的吗？一般的，一般的池子啊。应该都是固定时间刷新吧。就是每他就都是说三天，三天我不知道是过三天整还是48小时，应该是72小时啊。最后冲刺，就是换日三天吧，我猜是这样，因为我没有掐点去动过。你是要钓什么鱼？你现在缺什么鱼？给你起个新绰号，大黄金钓鱼手。你在钓鱼叉？你缺什么鱼？你要来我家钓吗？等我钓完活动的，马上就要钓上来了。他钓活动的时候不能联机，不然我就钓我的，然后放给你去钓。他说活动的这个是不是20个钓完就没了？他只有给我们20个饵、欸。小派蒙许了什么愿望？不能说，不能说。你可以去钓活动的、啊。活动每天不是每个点50只吗？我听他们讲是这样子，每个点50只。除了雷鸣仙之外，其他好像都可以在活动钓吧。只是活动的。就比较有点靠塞，龙有吧？龙我印象中是第一二天好像有吧，印象啦，因为隔了有点久了。对啊，你去看第一二天的，然后龙是早上吗？看一下，龙是早上吗？烫鱼是早晚都有吗？龙好像是早上才有，看一下。哦，不是，龙跟胖鱼都是全天啦、啊、哦，龙跟胖鱼都全天。把这个20个饵给钓完。去哪？回来啊！
久？好耶，马上就要钓上来了，挺有两下子的嘛，不愧是你。哇，这个钓鱼活动比我想象中的差了一点，因为各个游戏的钓鱼你都会很期待可以钓那种很厉害很厉害的鱼啊。什么？我才钓几只就上线了？啥耶？它是只有它是几只？五只啊。哇，我很想说二十个饵可以钓满二十只。好，那也不用钓了。不用钓，不用钓了。八八。烂。看一下。看一下我家有没有雷云仙。目前禁止传送，为什么？哦。还没结算，放生。再加上我最近在玩那个那什么，看哦，他这个那款游戏名字我一直记不起来，《破晓传奇》。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不起来他的名字。他的钓鱼，我觉得比较好玩一些，然后。就是我觉得钓鱼系统一个精髓就是，你种类好了，种类换皮换色那就算了，你一定要有一些给玩家一些期待感。这种直接鸣雷的鱼，惊喜就少了很多，然后再来又没有 size， 你又少了比大小，啊，有时候比大小不一定真的要什么奖励，就可能就是哎呦，我的鱼钓到大鱼，一种开心，然后甚至他的奖励也没有说真的很好，要看他后续会不会像神歌湖那样去改进。我看一下我家的雷鸣仙还有没有，有的话给你来钓。哎呦，大家都不睡觉哦，早安呐。大家都熬夜仔，一来就钓鱼，然后推双死的。活动要结束啦，赶快钓一钓。这几天破晓传奇也在钓鱼，回原生也在钓鱼，全都在钓鱼。我都在玩，我都觉得我在是不是在玩钓鱼游戏？每个游戏都在钓鱼。安娜有没有记得？哎。哦，安娜好像还没到到期，对不对？没有到到期就没办法钓鱼，没办法。我觉得目前他设计这些追赶机制还是有点……嗯，到了到了，哦，不好意思哦，赶快钓起来！石头还是送的蛮多的，钓一下钓一下，快结束了。啊，活动蛮简单的啦，应该是任务都不难。任务都不难，可以钓一下。如果只是要拿石头的话，还蛮快的。你看，这样七个任务，七个任务就420颗石头了。啊，如果解一下任务，拿点资源也不亏。那这次的活动还算是相对休闲的啦。真的，又钓鱼，每天都在钓鱼。不过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就去破晓的钓鱼好玩多了。你刚才有这里四条啊，靠逼
拒收并蓄，邪魔退去，邪魔退去，他要来钓这个吗？你把怪物打一下。不是啊，这里有四条活生生的雷鸣线哦。儿子，有毒，有毒，快让我上去！啊靠！你传过来直接变早上了，为什么？你怎么传过来变早上啊？欸，我还是可以调吗？我以为是不能调的欸，为什么我用小号的时候好像不能调？是我记错了吗？我以为不能调时间欸。那你调你的，我去打气球了。点燃引信，哎，我按错了。但我发现这种电脑游戏好像还好一点，可能操作比较……哎，对，我觉得电脑游戏可能还好一点。主机游戏每个游戏的设定都不一样，一时之间会没办法抓回来那个操作的手感。哎，我要去哪里打气球啊？看一下，地球怪，为了几天后，我看一下，两天十七小时又四十九分后的老婆，得先帮他准备一下素材。我要换人吗？不要好了。奶链不够多，可以先拉星海。奶王也只有……哎、欸，等一下，干什么？无处遁逃。奶，我只有练那个吧。小心火烛。请而已。就请练到八十，其他都没练。真的假的？这下不算。然后去啊靠！此刻，寂灭之时。倒影看吧，死一层流血，要求我盾挡不住就对了。东离 QQ， 上下都有吗？上下都流血啊！点燃引信，必将得到成果。哇！这两个都要，两上下都，所以整层都总共需要两个奶就对了。金鱼来啦！道光，这是意识永恒，奥义看破，恩赐。小心火烛。寒冬终会到来。我要靠星海来拯救我了。
滨海的武器池好像已经确定了，好像是月华，就他的专武跟绿箭。绿箭好像很不错，让我有点心动。你有过金鱼吗？很乖巧，很可爱哦。角色不知道抽不抽得到。角色现在没有歪，那搞不好可以碰碰看武器池。歪的就八八，就只能让他拿那个什么了，拿无敌的四座金箔，一命比较哦。你说星海的一命啊？纳尼？竟然要一命吗？雷神我都没抽了，竟然为了星海要抽一命？微光无色，点燃影心，怎么突然跑出一个人，吓我一跳。你也想来打气球吗？哎，他怎么不见了？奥影看破，想开烟花吗？如触动刀，寒冬终会到来。这边有四个气球，是在哪里啊？堵了，而且又响。我的排场好像在下面呢。这边的阿，这边气球是不是在下面？是这四只啊，这边看到了。飞高高了。你会怕复刻干预？你想要抽满命是吗？微光无色。你想把它补满命吗？哎呀，那水里最靠背了，应该不会哦。内鬼目前说起来应该不会剧透吧，就是讲角色而已。接下来就星海嘛，星海玩是公子跟托马。公子托马不对，这样还有一只五星，还有一只五星谁？阿贝多吗？好像是阿贝多，有点忘了。但不是干预，就好像不是干预。要被电死啊！要希望东西还没捡到，要被电死了。猪猪，对，公子好像又要来，因为要出一把武器。那把武器以外观来看，应该算是甘雨的毕业舞，但。官方却好像定义为公子的毕业舞，不是很确定。我看一下，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叫什么？好像东宫哦。我看人家讲的叫东宫，我忘记属性是什么。上面。在下面，就在下面。
目前看起来，官方是最自豪的设计，应该就是公子了。但是现在独一无二的，那叫什么？独特的小心火烛，攻击手法，哎，那叫什么？攻击模型吗？装剑吗？它是现在唯一一个自己有自己的双剑。自己的攻击模组的角色，想看烟花吗？这公子现在算复刻，如果真的又复刻是第三次吗？确定哎、欸，那我这再去追追看。内鬼的好了，再来，不然这样感觉起来复刻三次也蛮瞎的。点燃引信，哎，靠，我按错键了。《破晓传奇》的地图键是正方形，然后原神正方形是战绩战处下面吧。但甘玉听说是还没有复刻消息啊，目前确定的是这样子。我看蛮多人讲的是那个小心火烛，九万出现，微光无色，会倒光。此刻意识永恒。好像胡桃有人在讲，但不确定有没有胡桃的复刻。哎呀，电死了，电死了，电死了！要求我，现在也想抽甘雨吗？甘雨太香了，又香又呛。但这次深渊好像没这么好，甘雨好像没这么好打，是不是？这里四只打完了，再来。先打下面的好了。节日吗？有可能吧。因为按目前看起来，官方出角色都是会配当前版本嘛，然后再来就是配一些活动。但目前看起来 2.2 的一些东西还蛮懵的。奥运看破，想看烟花吗？咱先去打捞了。好哟，啵啵，不客气。你还有缺的话，小号那边也可以丢。不要的话，你再跟我讲。那我先切回单人。没有，他不是，他不算活动，他就是常驻的。点一下塞西利亚花可以吗？哦，不是，这是之前的。哎，是今天吗？我就问今天几号？哎，是今天哎，我现在才看到。查理还有要见吗？我还下线了。查理。就看你有没有急着想拉起来给哪个教授用而已，或者是直接抽两把剃刀，就不用练鱼叉了。
杨凌的毕业武器，现在看人家讲也是剃刀，真武星神。 可是如果你常用香菱的话，先给一个感觉，各一把感觉会比今天来的强啊。如果你常用香菱的话，我自己是香菱，没有在用。什么班尼特香菱？现在大家讲很强很强的，我都没有练。 只有在就连当初秦秋也是因为胡桃，然后嘎赖的大肆推销，我才去练这个鬼娘啊，不是练这个很强的小心火烛，六星战神，练完就真相。 走哪里？要走这里。连四星还差很够意思了啦！<笑>你这样讲也是啦。你秀很强吗？很强，就是。 它强的点在于它是脱手，然后重复上水，脱手上水的角色。主要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现代的水饺就好吃，可以吃的那个水饺太少了。我应该看按什么？数码？哎，没有元素哦，它没有分属性的吗？ 烂呢、欸！哦有哎、欸，不好意思，我烂。水饺现在太少了，莫娜、行秋、芭芭拉还有一只公子嘛，公主没有。但是四个里面，脱手水就只有莫娜跟行秋，然后莫娜的频率并不高。 就导致行秋的能力很强，你看它很稀有啦。除了稀有之外，它本身的倍率也很高，导致这个角色有点破格。想看烟花吗？嘿，这，哎。 一角，应该是你抽到他被劝重抽。刚开始大家对那个啦，对角色理解还不够。班尼特最早也是啊，大家都说他很烂很烂很烂，现在也是六星战神。就是最早初期的时候，大家对角色理解都不够多，而且。 应该说每个游戏大家都会有所谓的稀有度崇拜，你稀有度越高的，它本身取得难易容，取得难度就高嘛，那你自然会下意识会希望它也是更强一点。啊，这时候有人说，有人跟你讲说啊，五星很烂啊，没有四星强啊，你就会觉得干这些都在冷笑话，我。 我拼老命才抽到的角色，你跟我说他很烂，我跟你翻脸，大部分这种状况。往返自然，小心火烛。但
也没有绝对，就是看官方怎么设计而已嘛。 之后的托马也是啊，之后托马也是四星角色，然后看起来有点，他有点类似，目前看技能组，可能也是一个对新手蛮友善的角色吧。 我没有很仔细去看，但是他有盾，然后再加上有脱手的能力，光有这两点，对游玩体验就会好很多。现在香菱跟班尼特这两个。 哎、欸，靠！怎么捡不起来？四星这么强，也是因为他们都是脱手角色。现在几个四星还活，还普遍活在大家的配对里面，大部分都是有脱手能力。擅长角色终究是不吃香啊。就连接下来的要出的老婆，我在这边打完。接下来要出的老婆。 金海也是一个被一堆人在吐槽的角色，一来就是他的暴击率直接被官方给消掉，减100%暴击率，他就当现在的主流玩法，堆双爆的玩法玩不起来。 再加上他的脱手能力，再加上他需要战场，他的大招是需要战场的。你一个奶吗？还要占据了输出角色的战场时间，这边玩家就不看好。但香是真的香，过分。 如果又臭又烂，那就算了，人家闭睁只眼闭只眼，跟这只角色说拜拜。但香就没办法了，就希望他正式出来之后。 能用就好了，用就好，不用到太强没关系。微光无色，往返自然。哼，想看烟花吗？哼，哎，嘿，哼，嘿。坑呢？怎么都给一个白色啦？ 坑货。 但是，老婆吃不饱。我看他好像是升级要吃，增技能也要吃，不知道吃多少个，吃多少个肝？看有没有人去统计这个。 刚有好心的人统计，见到了这么美丽的景色，自然会产生云游四海的想法吧。
啊，非常美丽哦！有那种懒人没有穿到那种懒人包的图片。 突破吃一大堆，看一下，突破够吗？不够，蓝的要36个，绿的要30个，绿的够，合成合一合应该够吧，369，然后不够要求。 刚突破的不够，技能需要更多。欸，没有技能，欸，对，技能需要也超多的。真的，得一直去杀那些气球怪。 一堆的气球怪，哎，突然想起来，我猫猫任务好像还没有解完，等下又要去拜访晴子了。嗯，怪在哪里啊？该出发了。嗨，送上门的小奥义看破。 朔风解印！哎呦！终于还是……哦。 如果他今天那个什么，即行再多加一个功能，即行期间掉落率加倍，这还不卖爆，虽然一定也会被喷爆，但是一定也卖爆，直接省去一半的抓怪时间。 一些游戏不是最喜欢这样子的吗？ 素材掉落加倍，哇！爽啊！哼，嘿，微光无色，点燃引信。嘿，过来。嘿，就差不多。 反正就是 buff 拿出来卖啊，但比较常见的操作会是，先把你掉落率砍半，然后再卖 buff， 所以你实际上你还是花钱买原本的游戏体验。但对，但我目前感觉就是目前掉落率就是很低，啊，这个版本新的怪物的掉落率都很差。 虽然旧的怪物好像也差不多，出来吧！小心火烛！哼，哎，哎，哼，哼，克制过。我最近我还收到他二之国的简讯，但我已经没玩了，还收到简讯说什么开放。 伺服器转移哦，然后什么什么各种好礼哦，然后他上面写说什么100天哦，现在好像是100天，然后我看到那个讯息我就冷笑一下，哼，我就知道，哈哈，他当初开伺服器开太多了啦。
这是毫不意外啊，真的是毫不意外啊。无处遁逃，点燃引擎。这下不算。哎呀，太电了。可以让我好好射吗？哎，一开始是不是开这么多？随风而遁，御风而行，操！就是迟早会面临这种状况啊，合并啊，转移啊，就是，对，就是多伺服器游戏的正常操作，不然你一个伺服器你没玩家，一来其他玩家的游戏体验不好，二来你还得承受额外的伺服器负担，对双方来讲。都不是很好。哎、欸，那里好像还有一只哦、喔，鸟鸟。就只能说那个操作毫不意外。比较好奇，他能不能撑到一年？因为这种类型的游戏，我其实是不太知道，因为他就是走传比较偏传统线上游戏那种操作嘛。那传统线上游戏是因为你玩家可以在线上可以跟玩家跟其他玩家去互动嘛，所以大多数是靠着玩家之间的互动去延长游戏寿命的，游戏内容本身都是算比较偏附加价值的东西，后期又开一些更难的副本啊什么的，让玩家去挑战，然后去弄更好的装备什么的，但是他就不是这样的做法，然后不像传统手游，你就是出新的卡，然后弄你的联动什么的，玩家填卡填的香的就可以了。他做线上游戏的感觉就。没办法长远，不知道能走到哪里，蛮好奇的。嗯，大道吗？固若金汤，可以。此乃天道。束手不住啊，无处遁逃。看一下这几只打完的，这边的也打完的，我先去找琴子好了。哎，琴子不是在这边，这个地方，好吧，那就先打下面的。
有八只。哎，突然想到，是不是可以用换的？啊？没有吗？哦，只给你换绿色的，只给你换白色跟绿色的，我还只能换45个、哦。哦，绿色可以让人换35个，蓝色不给你换。哦，每个种类的，每个种类最高级的不让你换。感觉他的刀弹跟个漂浮灵盒，觉得都很难打。怪难搭就算了，掉的还这么坑。我是现在世界等级都已经是最高的了，掉落率还这么的差。嗯，哇，那在低一点的世界，哦，在低一点的世界，搞不好体验还比较好。因为好打，而且我打个我去什么？我去世界三四一剑秒杀掉个白色，跟我在世界八打的要死要活掉个白色，不是一样意思吗？负面游戏体验。奥影看破，巨兽并行。想看烟花吗？哼！哎，哼！呀！哎，对，这是一个方法。最早的时候就会去老人家一直去打三五门巨神世界，对啊。我真的觉得世界等级，除非必要，不然真的不用那么早升。尤其对咸鱼玩家来讲，因为你升了，真的，你只真的是破坏游戏体验。宝印换剑，固若金，无处遁逃，小心火烛。而且又不影响你的副本哦。不过好像会卡世界等级，对不对？哎，不是，不是会卡世界等级啊，会卡那个暴雪阶等级，是不是？我印象中是35就没办法往上升了，是吗？还是多少？我记得有几个等级你不去升的话。应该说几个世界等级不去升的话会卡住，就是冒险等级的部分，它会卡住，你没办法往上升。我印象中有这样。他用那个去卡你，所以你也没办法真的真的一直压着世界等级。最好还是去先，最好还是练到45再去卡。奥影看破，点燃影心。如果练度 OK 的话，因为45之后你所有的副本都全开了，就是那种可以连线的。如磐石，小心火烛。
可以连线都开，而且开这些等级，你的队伍才拉得快啊，这也是一部分。因为地图上那些世界网，你没有开的话，会比较不好拉。可以先投资一只，把一只角色拉起来，就是你主要打怪的那只角色拉起来，给他辅助，先卡着。想看烟花吗？然后再来去突破世界等级。飞高高啦！三只打完，就剩上面这两只。哎，这两只我打过了吗？我刚刚打过他，对不对？我是不是打过了？我好像打过了。哎呦，这边这么多，这边这么多，原来重点都在这边吗？银子。暗夜撸猫，喵喵。外面又有拿棒子的毛茸茸人，又有圆形的水和火的东西。哦，我刚刚以为是拿毛茸茸棒子的人，那他是在讲秋秋人。我以为是有人拿着逗毛棒在外面。那秋秋人真的危险，跑到叔叔妈妈里面，弄得毛全身竖起来。跟猫去找猫了吗？昆布丸，昆布丸跟八宝，这一袋昆布丸。这一袋喵，吴家会用好东西给小家伙取名字，等小家伙长大了走了以后，家就会用这些名字给更小更小的小家伙取名字。哦，类似传承的概念。昆布丸喜欢在高的地方睡觉，去好高好高的地方找。那八宝喜欢吃鱼，会在海边找被冲到岸上的鱼，但是很危险，水是可怕的东西。吾辈，吾辈什么？哇嘎哇嘎，干妈妈是吗？没有小鱼和螃蟹，去有咸水的地方找海吗？好高好高，还有咸水。啊，他还帮我们标记，太棒了。不行不行，对不起。这里是好高好高，这里是咸水。不好意思，我们悟性不行。什么？竟然有时间？喵喵。喵喵，找到你了。在干嘛，爸爸？喵！
喵喵，喵喵喵，猫语啊，拜。猫猫，猫猫，牙膏带我去哪里？不是那里。里面呢、喔？哦，听到了，听到了。等一下，哎、欸，没有体力了。哈哈，原来晴子在讲话。喵，蛋鸡嘞，蛋鸡嘞，你怎么跑来这边呢？喵喵喵喵，喵喵，喵！嗯？那钢板就在这边吗？可爱，阿范，喵喵喵，喵喵，不许和奴家顶嘴，不然以后奴家可不去找奴的，就给奴家从太阳还在天上，饿到月亮到天上，再饿到太阳跑到天上，然后再自己想办法回来。喵，游戏游戏，什么？还没结束，今天就到这边了。下次再继续帮他。去吃棒子的晚安。八八八。Good night。八八八八。然后继续狩猎。原本想说今天继续把那个。我忘记名字了，糟糕。为什么我一直记不起来的名字？沃小传奇。好几十亿耶，继续推，但发现有点太晚了，也推好像也推不了什么。好，再加上钓鱼活动要结束了，赶快弄一弄。啊，这好像是不是要钓开船的、啊？先把船开过来 ，stand by。
啪啪啪对啦，大宝箱，偶遇之物亦有风雅。偶遇之物，安如磐石。什么？那袜子吗？金汤，忘了。那炸弹很好玩，会有种舒压感。安如磐石，啊！嘣嘣嘣，嘣嘣嘣。会有种在压那种，安如磐石，像什么？那种泡泡的那种舒压感，虽然只能一次性，打完就没有了。我一开始解弄过几弄了几次这个任务，应该说这个限时挑战，我都拿弓箭去射，发现有点麻烦。因为他其实应该是有给你两种解的方式，一种就是配合这个门，门呢？门怎么坏掉了？门坏掉了啊！我知道了，我动到那边那个门了，哇，没办法飞了。一种是配合这个门，就是射射射，然后飞飞飞，射射射，飞飞飞。另一种就是刚刚开船，开船应该算是最简单的。如果一开始用射的，反正射了半天，有点困难。哎，漂浮灵呢？那地图上这边有一只啊，狼嘞。出来啊！没去啊！有一堆机械怪。同向异同光。哦，这边很多机关都没有弄。固若金汤。剑意染冰。这个岛我应该说没什么去探索，太咸鱼了。啊，玩那个东西之后就没去碰它。无灭，断绝，无处遁逃。哎，这有个箱子。也有个箱子，那里还有个箱子，我是不是弄过了？哦，哎呦，你的实力我估，邪魔退去。
微光无色，想看烟花吗？哎，这儿。我带个奶吗？居然被抓住了！又出来。找到了，你的实力我姑且认可。点燃影星，哎，道光，意识永恒。哎呀，抓不住我，安如磐石。此乃天道，无处遁逃。葫芦，葫芦，葫芦。拿祭地。去出，极端者。小心火烛。微光无色，必将得到成。固若金汤，天动万象。点燃影星。退色。抓不住我。归于光。下面捐两只，哎呦，顺着风的方向，有矿板。
直接出现在地图上面。想看烟花吗？安如磐石，此乃天道。暴影看破，点燃影心。太钝了。烟花来喽！此刻，寂灭之时，无处遁逃。寒冬终会到来。安如磐石。吓我一跳。哎呦，我听到你了。暴影看破，拒收并行。想看烟花吗？好想不宽心。哎，嗯，有没有血条啊？哎，有血条呢。寒冬终会。拒收并蓄。
好、哦。来吧。啊，最喜欢看到蓝蓝的了 ，AP 给力。两翼同光，跟谁啊？你吗？哎，里面有什么呢？有什么呢？这里还有一只，下面。还是算无处遁逃。
不错嘛，又有收获了。上门的声音，安如磐石。出来吧，没有这种。想看烟花吗？请。终于还是。我家今天好像有两猫一狗。看一下，今天礼拜几啊？礼拜天呢？啊，这个解完的话，300、500、600、800够哎，还有这个解完就差不多，120解完。那好像不用卖，不用特别卖这个了。又一个邪的，点燃引信，哼，哎。想到陈歌湖，突然想到，我一直没有去跟我家的雷神讲过话。是你？是我？莫非是专程来看望我的吗？是。如果是与一心净土相提并论的话，这里热闹了很多。不会，不用担心。热闹仅仅是外在的，我的内心依旧保持平静。你要不要试着热闹起来？听上去有违永恒的理念，我会再考虑一下的。你走了，我也不见了。他的动作跟后面的柳条同步了，是什么情形？要再多待一会儿吗？有你在旁边，即使相顾无言，心中也会变得安然。他在面对着谁？我们已经不见了。我并不讨厌这样的变化。我又变出来了。是你？莫非是？好啊，我正好也有事情想询问你。拔蜜粒。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把甜点心做得那么好吃的？甜点心，至少很符合我的口味。愿望，没想到让甜点心变得更好吃，这居然也是一种愿望。不，仔细想想的话，应该不止那么简单。
愿望，同时也指的是想要满足时刻的那一份心意吧。没错。嗯，我记下了。既然已经得到了你的验证，那么下次对于将军人偶的优化，也按照这个方向尝试吧。我都说了我不会做饭吗？我都说了我不会做饭。不过我问这些跟你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更厉害的将军也就更能从不同的危机中保护你吧。纳尼？围炉夜谈。是你？莫非拔剑吧。啊？一言不合就要开砍吗？哼，那就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我的时间很多。语气突然变了。你的剑术是否有所生疏，我会用这一刀来确认。那一刀会不会把我陈根湖给砍不见呢？那是当然，刀剑相交之时，瞬间亦能化作永恒。我能借此感受你的内心，这是比所有言语都简明直接的方式，也是能让我确认自身存在的方式。哎，已经被你看出来了吗？我还以为我装得够像了。他在模仿将军呢。算了算了，我还是直说好了。难怪我觉得语气不太一样。毕竟能接下我一刀的人也不多了，而且有你陪练会很开心。我怕你不愿意对我出手，才故意用了将军的样子。没有直接反对那就是答应了。没有拒绝就是答应了。要记得好好准备哦，我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又见面了，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不错。闲来无事，既然你主动要求，当然可以。只是我多数时候都习惯独处，很少跟别人聊天，最好是你问我答。看九条配音真的很屌。之前刚我又不见了。之前刚出的时候大家在听声优表现，就会觉得中配的九条跟其他的角色会有点差距。那就开始吧。你现在的表情怎么跟我的部下汇报公务时一样？不过我要提醒你，我从未将你当作部下。唉，跟我聊天是不是真的很困难？其实我最近也在学习与人相处的技巧，大姐姐想着也许可以改变一下我严肃的形象。成熟的声线。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太过微妙和纤细，我很难在一时半会儿参透这些。如果这种事情也像公道一样，只要勤加练习就能有所长进，那我还有些动力。嗯，真的吗？那么就选你为我的练习对象吧。以后你就多来跟我聊聊天，应该没问题吧？来看哪里？又见面了，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不错。这个点睡觉，是有什么心事吗？有的话可以跟我直说无妨，如果没有，那就最好。我也不希望你有烦心事。晚安。哦，
听他这句晚安，好像很不错。睡前可以听听他们跟你说晚安。是你？莫非夜晚到了吗？那你便去休息吧。晚安，愿你的梦境平稳祥和。跳跳声又太猛了。我不去。行。到哪里？往下绕，往下绕，还有三只。可以直接传送，没关系，走过去。哎，这是结果的吗？白美，这还没结果。蝴蝶。怎么复活了？为什么是过这个时间点复活啊？怎么是过这个时间点啊？怎么是时间这个时间点吗？欸，真的欸，全部都重置欸。微光无色，想看烟花吗？我一轮还没打完就复活了吗？我这一轮都还没打完，全部都复活了。再一轮。那你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啊？一点多的时候啊。我一直以为是换日四点，怎么会是这个时间点重置啊？诡异哦！拒收并行。我一直以为要么十二点，要么换日。还是它是日本的十二点？可是我刚好在神根湖待那么久吗？应该也没有吧。他刷新的时机这么诡异。
靠，坚如磐石，点燃影星，祭典重现，天动万象，固若金塔，此刻寂灭之时，微光无色，想看烟花吗？耶，有一个大宝箱，还有烟花材料吗？没有，没有烟花材料。有什么呢？点燃影星，这下什么？不，哎，到头了。若金汤，无处遁逃，想看烟花吗？相虚共照，微光无色，小心火烛，这儿哎哎呀，抓不住啊，天理长驱，道光意识永恒，傲影看破，一字海域，
晕的是在里面吗？嘿，安如磐石，微光无色。金刚，下面就上面喽。嘿，嘿，哦，安如磐石，傲影看破。金汤，又一个邪子人的声音。固若金汤，点燃影心。妖怪来喽！此刻，生命之石无处遁逃。你上一刀投了，终于还是微光无色，安如磐石。想看妖怪吗？选错了。上门看破，点燃影心。分身之术，记着。
俱收并蓄。刀，无处遁逃，无念，断绝，投来是。此乃天道，安如磐石。极易遁走，走了。哎，小心火烛！挡住了，被我自己的棒子挡住了。不是时间，闭上！哎，走！固若金汤。微光无色，圣意超。收并蓄。没了。六个，遗珠弃壁，极光片球。这次是小子。固若金骨，无处遁逃。嘿，想看烟花吗？哎，这下如何？有一手刀，特务兵。哎，哈，哎呀，极易遁走，微光无色。点燃影星。有个神童，拒收并蓄，可以不要来妨碍我捡矿石吗？安如磐石，无处遁逃。想看烟花吗？暴影看破，此刻寂灭之时。
那边呢？哇！把我存去哪里？太远了，太远了。这个高度够吗？哎，靠呗，掉下来。哎，太远了，看不到是不是？爱与系列机关。这个满的，耶！我还差一个。突然无事，对焰窟。24个。换队伍，哇，够，太高度太高，够啊！哦，那个门吗？好，看是这个门。哎，哇！但是方向不对，应该说跟它对应的门没有弄到。那边没有，就是这边的那个门吧。不是，
记得有一个门，蛮远的地方，那应该没那么远吧？啊？啊，那个门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一个，有这么远吗？我印象中有一个门，我一直搞不清楚它在哪里。这么远吗？啊，在这边好像没有看到门，哎，没捡到。该出发了。门儿，该出发了。门儿你在哪里？找不到你。哎呀，到你。微光无射，小心火烛。还会追踪，靠我反自然，翻身之术，极断掌，极松断。风共鱼行，御风而行，踏，小心火烛，哎，又跑水里去。我来啊，混蛋过来。道光意识永恒，微光无赦，出来吧。是安如磐石，傲影看破。天动万象，巨兽并蓄，
水能灯。一起飞走，不若金骨。点燃野心，收并蓄，哈哈，分身之术，想看烟花吗？若金骨，小心火烛。
聚收并蓄，点燃引信。又一个实验对象，安如磐石。小心火烛！实验对象选错了。磐石，无处遁逃。聚收并蓄。想看烟花吗？越跑越远。刚从那边跑过来的。微光无色，小心火烛。无处遁逃，聚收并蓄，点燃引信。
眼看破，出来吧，极断则小心火烛、不敬之人必将得到惩罚，天理长驱，安如磐石。想看烟花吗？安如磐石，点燃引心，无念断绝，暴影看破，分身之术抓不住我，金鱼来啦！此乃天道，若惊无处遁逃，暴影看破，安如磐。道光亦是永恒，想看烟花吗？嘿。
松断树。固若金刚。小心火烛。上去你怎么自己跑走了？俯仰高谈保长尺处，仰高谈养。这个门得把下面机关打开，但打开我就进不来。要开这边的门，然后哎呦，微光无色，小心火烛。这边门被关起来了，还是要先关起来。哎，这石碑箱吗？红尺机关寻出前路。OK。报告。收并蓄，点燃引信。要做鱼的，好哟，安娜晚安，巴巴，巴巴巴巴。哪里啊？上面。有东西吗？哎、欸，靠边、啊。那、啊、他隔着墙打我是怎样？哎、欸，兄弟，你这样过分了！妈的！哎呀，这边土是怎样？开了我就上不来了，就不能开。哦、嗯，都不开好了。安如磐石。傲影看破，想开烟花吗？
想想，让这边进不来了。墙打的太白痴了，有种出来啊，隔着墙怎样？收并蓄，道光亦是永恒。无处遁逃，金汤，固若金汤，小心火烛。解锁最后一个了，哦 ，OK，大宝箱等着我，是的，会有烟花材料吗？
刚是不是就你这只水母在那边搞事？我在那边忙，你一直在搞。微光无色，此刻寂灭之时。分身之术，随风而遁，点燃影星。接下来想去哪里？如果想游历离月明胜的话，我有一些不错的参考方案。收并蓄，奥影看破，小心火烛。天动万象，固若金。道光，意识永恒，微光无色。不过须臾之梦。带一个大宝箱，可恶！不会再送一个？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就最早这边那个还是没有拿到。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
就我还是不知道那个门到底是通去哪里。那一群在干嘛？很忙欸，跑来跑去的。阿飞，拒收并行。暴影看破。他们很忙欸，到底在跑来跑去，到底在跑什么？好好笑。此乃天道，俱收并蓄，微光无色。
处遁逃。想看烟花吗？哎，哎，哎，暴影看破，聚收并蓄。哎呦！收并蓄，无处遁逃，小心火烛。偶遇之物亦有风雅。固若金汤，微光无色。微光无色，聚收并蓄，无处遁逃，聚收并蓄，点燃影星。烟花来喽，天理长驱，安如磐石。此刻寂灭之时，微光无色，
固若金汤。想看樱花吗？聚收并蓄，无处遁逃，点燃影心。多姿。聚收并蓄，微光无赦。天动万象，聚收并蓄。小心火烛，微光无赦，无处遁逃。安如磐石。想看樱花吗？暴影看破。
光，亦是永恒。巨兽并蓄，出来吧，葫芦。点燃引信，固若金汤。坚如磐石，哦，三凑满了，四串一。也抽到100%，旅程总有一天会迎来终点，不必匆忙。
哦，雷灵差一个。还是可重复领取啊。啊，那可以用这个省余额。先刷滨海的，还是刷现在刷？心还要打伤害，他一定是三招都要点，攻战技跟大招打，不就是主要是点换海。目前数量一定不够。不过要点到999就多了，52个金的。2213。天哪！
人数量肯定不够。明天再刷吧。明天再刷星海的木柴。来去望龙村，买个东西。材料够了吗？现在撸一圈，哇，好像没有撸多少呢。原本今天撸一圈可能不少了，那没多少。打完那个破晓，再继续读吧。爸爸，红萝卜。亲子，哇！哟，这个价格，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这片冬天，与湖中冬。C 啦，现在预吧，要往888888。